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我的神奇马戏团。呜呼，是的。你准备好手眼了吗？这将是个神奇的魔术，我要从我的帽子里拿出来。是的，是波姆尼，看，他一点皱纹也没有。呜呼！哦，你们这么多人呢？等等，还有呢？准备好下一个魔术了吗？看纽扣。是 regular。大家好。哇！等等等等，还有呢？另一个魔术，我最好的数字。看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直到他出现。考夫曼，大家好。我想我要死了。什么？报警？我听说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。发生了一起谋杀案？冷静点，女士们。不要大喊大叫，不要离开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。我是皮卡丘侦探。行动，跟我来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谁是凶手？不不不不不，不是我。不是你。你觉得凯恩是凶手吗？下面评论吧。怀疑人凯恩，这就是你的动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开始我的表演吧。我要给你表演一个魔术。我要从这顶空帽子里掏出真是一场灾难，救命，我要死了，我的手就是我的乐器啊。哦，好痛，所以专横。原来是你，失败者。不，我不能让你逍遥法外。是你杀了他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什么？我吗？不，你怎么能这样想？这不是真的。凶手是你。不不，我是无辜的，不是那样的，听我说。我在准备我的魔术，根据剧本，考夫曼躲在我的背后。搞定了，老板，太好了。现在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个用考夫曼做的不可思议的魔术。那又怎样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凯恩在哪里？什么？他就在那里。凯恩也死了。他死了？不，凯恩死了。冷静下来，别慌，别动。我会调查的。这是毒药，再来一次。他中毒了。哦不，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毒药。凯恩，哦哇，这个按钮看起来很可疑。我们有了新的嫌疑犯，拉加莎。我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不，我对毒药过敏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热得可怕。我有个主意，冰苏打水。哇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我现在就打开。我打不开，你能试试吗？来吧，他没有打开。来吧，别动。嘿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心眼要花多少钱吗？给我。愚蠢的瓶子，保持直线，应该能行。来吧。嘿，伙计们。你好 ，Ragtime。嗯，
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的眼睛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哦，你来了，你弄坏了我唯一的纽扣。你戴这顶帽子真好看。独眼苏打水。什么？不，根本不是那样的。我现在就给你解释，这就是我认为发生的事情。他们真的连一瓶苏打水都开不了。来吧。不，别这样。他们那里有什么？你好男孩，苏打水的问题是什么？瓶子打不开了，我们快渴死了。这简直是可笑，没有我你该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给你打开，我有一个通用按钮。是啊，去打开它，我们求你了。我打开了苏打水，这太简单了。哦，谢谢你。什么？我的纽扣坏了？哦，不。没关系，我有备用的。一切都很好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嗯，是的，一切都很好，你是无辜的。还有谁和我们在一起？最后一个嫌疑犯。嗯，你在说谁呀？什么？我吗？这简直是可笑。哦，是的，新的嫌疑人波姆尼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女士们先生们坐好自己，我要把波姆尼锯成两半，不要在家里尝试，我们走吧。哦，这得花点时间。不不不，住手，拜托。现在看波姆尼两半。哇，瞧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。我们该休息一下了。是的，我们走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嗨，伙计们，那我呢？你忘了我？我们在休息。你有泡泡吗？我跑出去了。让我看看，我在什么地方有一些？这里有一些。太好了，这正是你辛苦工作一天后所需要的。他杀了他们，情况明晰了。等一下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好吧，我让他们看看，我只需要从这个盒子里出来。哦，观众，谢谢您的关注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嗨，你。你想吹泡泡吗？当然。事实上，这太有趣了。我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。没有谋杀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和所有嫌疑人谈过了，我需要一个新的理论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嫌疑犯，侦探皮卡丘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在演出前溜到后台给凯恩的魔毯下毒。哦，有人来了。今天是演出的好日子，太棒了。请注意，考夫曼就要来了。看看这布料，我走了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女士们先生们，看考夫曼的神奇到来。我们只需要先等一会儿，毒药会起作用的。不，这太荒唐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阻止他。那这个证据呢？嗯，好吧，我告诉你一切，我别无选择。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我可以在办公桌前吃东西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我的老板。看，一个悬案，还有一个，怎么了？我要拿走你的警徽，你被解雇了。我不得不带上我所有的东西，然后离开。来我的神奇数字马戏团吧，我们的节目充满了惊喜，千万不要错过，我会等你的。马戏团吗？什么？再见，演出上见。马戏团吗？魔术吗？哦，是的，我有一个主意，我给他们下毒是为了破案，然后回去工作，但我知道这很糟糕，所以我要给他们解药，在这儿等着。首先让我们让凯恩起死回生。我在哪？我还活着。哦，太高兴了，我的牙齿很好。现在我要救活考夫曼。我还活着。恭喜凯恩。谢谢你，我们都活着真是太好了。考夫曼，而且你也活着，真是一个奇迹。我知道我们又活过来了，兄弟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别哭，皮卡丘，我们会给你找份新的工作，你就等着瞧吧。那是什么？伙计们看。哦，树了。不，请不要。抓住你了。真美味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，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很好，你很好。什么？他是谁？嗨，蜘蛛侠，你确定你做的是对的吗？你，家庭破坏者。我，你完了。哎呀，嘿，看见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睡觉了。不要打架，姑娘们，成为朋友。蜘蛛们去厨房。哦，掉了一枚硬币。做个好梦，玩具们。哇，一枚硬币，这是一笔财富，伙计们。早上好，我可以继续玩。什么，波姆尼？这是谁干的？哦，伙计们，谁杀了波姆尼？凯恩、蜘蛛，还是戈温·史黛西？请在下面评论罪犯的名字。我知道谁能帮我了，他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他在那里。侦探皮卡丘。伙计，你可以帮我破这个案子。贝奇，早餐准备好了。来了，妈妈。啊哦！这么多烟。你好，我是皮卡丘侦探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这次调查由我负责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这个。哦，是的。神秘的犯罪现场，我会收集所有的线索。好了，蜘蛛网，这是谁的呢？我想我知道了。波姆尼，坚持住！停下，那是我男朋友。啊！天后坠落，这很简单。
格温有动机，嫉妒，一切都在一起。嘿，侦探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会把这记在我的侦探笔记本上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新线索，木屑。啊，那就指向你了，凯恩。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欢迎来到我的神奇数字马戏团，你将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把戏，就像我看到美丽的副手一样。啪嗒！我要警告你，我们没有练习过这个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啊！我救救我！瞧，两个完美的一半，神奇的数字马戏团。我为鼓掌而活。另一个嫌疑犯，不许偷看，我要先审问你。坐下，别紧张，他不疼。我给你接上测谎仪，我们会找出所有的真相，这是标准程序。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我吧，我要写下筹码，一切。好的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我在练习我的戏剧性入场，啪嗒！但后来这些蜘蛛出现了，开始吃掉我所有的食物。你撒谎，说实话，好吧？事实并非如此。蜘蛛们又优雅又有礼貌，是我把食物塞进嘴里的。打扰一下，谢谢你的晚餐。你到底要不要说实话？我当然会，但前提是这个视频有50,000个赞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我们达到了吗？嘿，伙计们，点赞这个视频，帮我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谢谢。好吧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晚饭后我们再打扫卫生，我在照顾我美丽的嘴巴，然后波姆尼跑了进来。看看我找到了什么，一个巨大的硬币。好吧好吧，这是一笔财富。不管怎样，我终于可以去旅行了。泰国。好吧，再见各位，我回来时再见。我马上回来。嘿，等等，事情就是这样，钱是福也是祸。我明白了，凯恩是无辜的，下一个嫌疑犯是蜘蛛侠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哎呀，我不会说话的。好吧，我在听。不，我不想要。现在怎么样？真的，我是超级英雄，你知道的。好吧，这样怎么样？好吧好吧，我要说话。我很快就追上了波姆尼。嘿，波姆尼，我来帮你收拾行李吧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波姆尼，等等，听着，停，坚持住。什么？这样更快。这里其实我想问你点事儿，你能给我带点烤串的虫子回来吗？这是泰国的一道美食。这太疯狂了。好吧，有人能证实吗？谢谢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知道。哦，我们有目击证人。先生，振作起来，你能作证吗？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波姆尼和蜘蛛侠拥抱了，戈温史黛西在看着他们，然后他走到行李箱前。什么？有人在监视我？嗨，朋友。打开了他，然后他扭了我的头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我明白了，蜘蛛侠是无辜的，那就剩下戈温史黛西了。谢谢你的帮助，先生。我的头没有了。那我是无辜的。凶手是戈温史黛西，我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戈温看到蜘蛛侠和波姆尼拥抱，他非常嫉妒。
然后他把他的情敌锯成了两半。然后他偷了硬币藏起来，然后逃离了犯罪现场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不相信，绝对是他，100%是他干的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我们走吧。那不是我。我们只有把硬币从他包里拿出来。嘿，别紧张，这是他的包，在里面我们有。让我打开它。什么？蜘蛛侠看起来是这样。那是隐私，还给我。硬币在哪里？我糊涂了。格温，不。什么？格温·史黛西，你也坏了呀。不，伙计，走开，有人弄坏了我的玩具。那么谁是凶手？我没有嫌疑人了。不，别插嘴，如果不是格温，也不是蜘蛛侠。冷静点，蜘蛛侠，我有个主意。如果是你呢，皮卡丘？我？没错。不不不，这不公平，我是侦探。快说，皮卡丘，我们要打得你说出真相。波姆尼被杀的时候你在哪里？继续喊，没人听到你。啊，解开吧，救命。坚持住，我们走吧。我得躲起来。哦，在桌子下面。我能被看见吗？我的笔记本还有我的薯片。不要。杀手来了，情况下关闭。皮卡丘侦探又来了。哦，蜘蛛侠在哪里？哦，不，伙计，原来是他咬坏了我的玩具。是你？那是因为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对吧？我很抱歉，伙计。接住球，坚持住。蜘蛛侠，我有特别的东西给你。这是你的蛋糕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们去找一些朋友吧。皮卡丘和 Skip D 厕所，你也被邀请了。让我们开始派对吧。嘿，朋友们，我们从蜘蛛侠的生日开始直播，继续关注，只会很有趣的。我来了，让我见见我的丈夫。安静一会儿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蜘蛛侠。闪开，脉搏在哪里？啊，不，我觉得他不太好。嘿，救护车，快过来。我们来看看，事情看起来很糟糕。德雷克·拉莫雷医生，他不行了吗？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的。没有足够的能量。天哪，我们做什么？医生，发生什么事？除颤器坏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你需要什么？50,000。50,000。嘿，朋友们，请给这个视频50,000赞，这样我们的蜘蛛侠能够活过来。他看起来怎么样？他们来了，不过很慢。你们打扰病人了，蜘蛛要快点好起来哦。我们崇拜你，你们骗不了长腿爸爸的。什么？我来处理这个。芭蕾舞演员，对不起，穿错衣服了。长腿爸爸会破解这个案子，
你们都是嫌疑人。那么是谁毒害了蜘蛛侠？我知道你们中有一个人有错，我会追根究底的。不过你们得帮我推理一下，你认为谁给蜘蛛侠下了毒？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是比丘、女闪电侠、马桶人还是哈吉。我需要补充能量。哦，七块甜蛋糕不会有什么坏处，糖可以缓解压力。不，怎么了？你不能吃掉证据，这是第一个。等等，好了，如果蛋糕有毒，犯罪现场一定有更多的证据。在这里，一罐蜘蛛毒药，这绝无仅有，上面有沙锈的毛。调查发现，凶手就是哈吉，毛茸茸的，还是蓝色的，证据确凿。你要去监狱，以法律和假发的名义，法庭要求提供证据。当然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蜘蛛侠正在敲打皮纳塔，这个毛茸茸的嫌疑人却消失了。起初我并没有多想，但是他却偷偷溜进了厨房，在蛋糕里下了毒，要罪。等等，好痛，我也有话要说。好吧，说吧，我有不在场证明，我去了厨房，但是我没有在任何蛋糕里下毒。看看监控录像吧，我饿坏了，于是我就进去吃点心了。我还掉了一些毛，因为万圣节过后就是哈吉五级脱毛的季节。好的，无罪。终于，我告诉过你了。可怜的蜘蛛侠，既然凶手就在我们中间，我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。啊哈，是皮丘，进来吧，你要受审了。皮丘，杀手能这么小吗？我是无辜的，侦探，有什么证据？当然，法官先生，这个小宝贝很喜欢吃糖果，所以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蜘蛛侠打破了他的皮纳塔，糖果掉了出来，皮丘无法抗拒冲动。我打破了皮纳塔，我们出去玩吧。所以皮丘独自一人和糖果在一起，他一直吃，直到他意识到蜘蛛零食有点不寻常。哎呀，有苍蝇！啊啊啊！这些不是给你吃的，正常的糖果都是给小孩子吃的。别惹皮丘，皮丘深受伤害。我们正在聚会中，每个人都在唱生日快乐。我们鬼鬼祟祟的女孩电死了蜘蛛侠，她再也不能玩得开心了。真的吗？我有不在场证明，法官先生，当灯熄灭时，我都没动过。你可以在视频中清楚地看到，这是那个聪明的笨侦探吗？看到了吗，法官先生？无罪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当然会走。朋友们，你们能想象吗？我差点就要在监狱里直播了。是谁干的？马桶人在他的座位下面藏着一些可疑的东西。是什么？哦耶，蜘蛛侠套装。这罪证真是一团糟，马桶人有罪，女闪电侠昏倒了，到台子上去，我没有罪，马桶人是嫌疑人，说清楚点，有罪，不是那样的，让我解释。我一直想成为蜘蛛马桶人超级英雄，我希望有一只会射出丝的蜘蛛咬我，我很想拯救一个浴血的少女。救命，我的钱包！
你尝尝我的超强实力吧。哇哦，蜘蛛马桶人，你是我的英雄。What？ 什么？当超级英雄是我的巨大梦想。我在这里在接受审判，同一个马桶人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蜘蛛出现了。呀，快点！不幸的是，那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无用的蜘蛛，我强迫它长胖了。我给了它很多碎屑，我把它照顾得很好。够了，我从我的心里感觉到你在撒谎，我才不会相信马桶人和蜘蛛的故事呢。好吧，这是胡说八道，太糟糕了，传唤证人。什么？啊！有蜘蛛！这个小镇需要一个新英雄，马桶人。好的，搞清楚了，再见，侦探。这太奇怪了，不过马桶人没问题。五万个赞，好了，点击，活过来了，谢谢医生。那么到底是谁杀了我呢？救活了一个，那么还剩下谁呢？你，我，你们疯了吗？我爱他，留给法官吧，不是我，都怪他们。你怎么会认为是我干的？我错过了什么吗？你，亲爱的，你还活着吗？你怎么会？我相信你，你给我下了毒。故事没说清楚，如果他在这里，那么安静，他干的，蜘蛛侠，我，耶！你不是蜘蛛侠，斑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坐下，我们想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无可奉告。告诉我，你对蜘蛛侠做了什么？算了，不会坦白的。我去了蜘蛛侠的店。是谁？嘿，你是是是，他见到我并不兴奋。可怜的东西，天哪，你太重了，你也吃了多少只苍蝇？哎呀，哦，对了，传送门。然后我选了合适的衣服。拿走了他所有的礼物，我明白了，真正的蜘蛛侠在哪里？在沙发那边。啊！这个人明显有罪，有罪！哎呀，这蜘蛛侠！那么，谁在蛋糕里下了毒？好问题，不是我，我告诉你们。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在毒药罐上取下指纹，我会比较指纹并找到罪犯。你们都可以走了，离开犯罪现场，出去。是他，长腿妈咪，你是这起中毒事件的幕后黑手。耶，我干的！因为没有人邀请我参加聚会，你们放了我。怎么会？
你们怎么能不邀请妈咪？顺便说一句，亲爱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是你的生日。至于你们，我不邀请你们。妈咪，爸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让我恶心。好的是，我可以吃火鸡。放手，这是给客人的。天哪，我忘了口香糖柠檬水了。我马上回来。他很烦躁。幸运的是，我可以吃火鸡。别动你的长胳膊。哦，客人来了。客人，不比害虫好多少。好，哈吉，嘿，我毛绒的朋友，兄弟，现在流行什么？这都好过时了。好的，到厨房来，兄弟。你也来了。亲爱的客人们，请坐。不过只有一把椅子。这是一份礼物，这是给我的妈。好，坐着的是什么？小腿妈咪。口香糖球，城里每个地方都有口香糖。等等，现在是每个地方。爸爸，我的礼物来了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谢谢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！生日，我没有准备礼物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在大学时举办过这个舞会。现在的口香糖价格太疯狂了，闪开，站起来，斑斑，这是我的位置。生日快乐，爸爸！哇，礼物好大，里面有什么？一个金蛋。好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礼物，我会把它放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。爸爸，我只是想请你上桌，快点儿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咀嚼时间到了，这是给所有人的新鲜的口香糖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奥皮拉，吃吧，我不吃了，我正在吃特别的食物。什么？我想他不知道这些炸鸡腿是从哪里来的。好的，祝你们好胃口。哈吉，你看了最后一场哈吉球比赛吗？我很抱歉。为我的健康干杯！耶！祝我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们这些家伙，我需要一点时间，这是工作电话，我必须接听。口香糖粘住了，我感觉很难受。那边，我好冷，我去拿我的皮大衣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穿着一件毛大衣，大家都走了吗？我一个人吗？谁在乎呢？我要自己吃掉所有的口香糖。什么事了？蛋，疯了！什么事了？你还好吗？我的肚子疼，我的蛋被偷了，是谁干的？是他？不是他？停！我会破这个案子的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会成为波比的游戏时间里最好的侦探了。我会找出你们中哪一个偷了我珍贵的金蛋。在此之前，我会把门关上，不让任何人逃走。你们还记得门的密码吗？在下面写下评论。不许偷看我的笔记，走开！哈吉，是你偷了蛋，承认吧！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。什么？
爆皮啦，吃点镇静药，坐下，轮到你了。你们都是嫌疑人，但是谁有动机和机会偷我珍贵的蛋？奥皮拉、斑斑、哈基武吉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谁制造了世纪抢劫案？帮我找到小偷，并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的猜测。我们从你开始，哈吉，我们给你装上测谎仪，我们来澄清事实。好的，我们聊聊吧，哈基武吉，承认吧，你偷了卫生纸。没有，骗子。好的，把它拿回去。哈哈，我就知道。下一个问题，你咀嚼过这些拖鞋吗？我没有。你撒谎了。重要的问题来了，你偷了金蛋吗？我没有。